国庆当天，观众渴望在影院观看国庆70周年盛典实况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电影局联合推出，央视频出品的 4K 超高清直播电影《此时此刻，共庆新中国七十华诞》今天上午在北京万达影院举行启动仪式，全国十多家主要的院线负责人出席，这是超高清电视与电影院线的历史性握手。